前几日，陈小春饰演导演在微博晒出了一组的生日晚宴的照片，然而在照片中我们却看到景甜穿着一件宽松的绿色 T 恤，后面套着一个牛仔外套，看起来小腹微微凸起，而细心的网友们一看就立刻猜测她是不是怀孕了。不但如此，他们在碰杯喝酒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明显从照片看出来景甜的杯子里倒的是橙色果汁，而其他的人员却是倒的啤酒，这让人联想到孕妇是不能喝酒的，因而大家也都联想到她是不是就是孕妇呢。日前有网友拍到景甜的照片，照片中景甜穿得很宽松，上一个牛仔裤完美遮掩身材，还有就是景甜在剧场的照片几乎都是宽松的衣服。自从她与张继科的恋情公布之后，两人时常撒狗粮，非常恩爱，而继科也十分宠爱自己的女友，让人十分羡慕。粉丝们曾多次催婚，希望他们两人能赶快喜结连理，不过他们并不以为然。但倘若这次怀孕是真的，是不是两人的好事就已经将近了呢？很多网友都在期待着景甜和张继科的好消息呢，也希望景甜的新剧能早日上映，我们拭目以待吧。